我们还要走多久啊？就快到了。不是只能单株生长吗？这儿怎么……嘘，要开始了。好不好看？真是最棒的生日礼物。你明白啦？其实我之前一直在想，这个礼物是不是有些随便。只要重要的人陪在身边，我就满足了。况且能和你分享这样的景色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礼物。发现星雨花是偶然了。这才是我原本准备的礼物。现在说这个不太合适吧？哪里不合适？是此生挚爱。这写的什么东西啊？我要的是生日祝福啊。所以你到底要送什么？是枚怀表，我亲手设计的，定做了好久呢。难怪人家会误会。生日快乐，李阳。
军出击。偷袭，是普曼尼偷袭，分裂阵营敌。别躲了，伊格尼斯团长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该在这儿的，伊格尼斯。里奥，走。可是走，这是命令。就算我问，你也不会解释，对吗？我的眼光还是一如既往的差呀。知道吗，伊格尼斯，有两件事情让我觉得这辈子还算走运。一是，我终于对你彻底失望；而另一件，是十年前我遇到了你。
见到你了。西格尔，西格尔，西格尔，你还好吗？里奥，我没事。这是在哪儿？那个怪物，还有曼妮团长呢？啊！原来这背后是伊格尼斯。你还有伤，别激动。我们要把事情查清楚，为大伙报仇。哦，一定。别瞎想，那可是曼妮团长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哦。既然要调查，那就老规矩。你这苦瓜脸仆人，可要好好服侍我这个名门大小姐哦。好，大小姐。西格尔，西格尔。这人体内没有血魂石，这个也没有。切，他们两个没喝酒啊，浪费时间。走了，西格尔。准备好了吗？
结束吧。